今天我站在这里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因为我的人生轨迹始终同国家、同澳门、同呼吸、共命运。我在澳门工作生活38年，在奉献社会的同时亦不断成就自我，从成家立业到如今三代同堂，家人的爱与支持一直是我最坚强的后盾。澳门回归祖国后，我被任命为终审法院院长。在25年的时间里，无论面对任何挑战，法院的每一位同事都始终与我并肩作战。回首自己一路走来，这一切都让我铭记在心。我将永为感恩之心和赤子之情，无愧时代与社会，无愧澳门市民的信任。宿夜在公，鞠躬尽瘁，将全副精力奉献给这座我心爱的城市和广大市民。